复动漫，讲好中国故事。我是云，我是风，踏遍青山任威风，一点好燃起，千里快哉风。我是马，我是龙，大江东去满江红，心中有天地，一蓑烟雨浓，千古传奇傲苍穹。鱼口镇邪。子镇，你们听说岷江木鱼口发生了怪事了吗？什么怪事？听说木鱼口最近有妖怪出没，掀翻来往船只。这段时间客商都不敢从那边行船了。瞎说，这世上哪来什么妖怪？木鱼口频发怪事，小英雄勇探实情。这次的任务是要我们查明木鱼口妖怪的真相。可以先找官差张山和李云打听一下情况。我想向你们打听一下有关木鱼口妖怪出没的情况。正巧我们也准备赶往现场调查此事呢。李大哥，可否让我们随行？这……放心，他们的安全我负责。成，不过要是有危险，苏小弟，你们可要先行撤离哟。一定，一定。人们都说是江烟才的冤魂作怪。江烟才？传说是这样的：唐朝有个秀才江烟才，有一年。江烟才游历蜀中，在岷江边上遇到了美丽的渔家少女。我乃江南名士江烟才，家有万贯财富，姑娘若愿与我共结良缘，必享无忧富贵。我有个对联，你要能对得出下联，我就依你。对对联，小菜一碟，姑娘请讲。擅长秋短鱼有鳃，擅长秋短鱼有鳃，容在下想想。江公子慢慢想，小女子还要捕鱼去，告辞了。擅长秋短鱼有鳃，擅长秋短鱼有鳃。江烟才从此不饮不食，不歇不睡，一定要对出少女的对联。三天后，江烟才对不出下联，自觉羞愧，在木鱼口失踪了。最近江上和周边有案件发生吗？木鱼口一带最近常常有商船被劫。木鱼口地势险要，水贼定是利用了传说掩人耳目，以藏其奸。我赞成兄长的判断。我们分开走访，收集线索，行动啊，各位！一个时辰后，大家在这棵树下会合。明白。您看，这几个人穿得破破烂烂，
最近却总有钱在这一带喝酒。嗯。这几个地方最可疑，重点在这些地方寻找线索。好的。捂嘴！这是啥话？有点吓人哎！这个壁画讲的是一位和尚化成木鱼超度亡灵的故事。难道木鱼口的传说是真的？放心，世上没有妖怪的。甩！你打到我了！大家不要怕，有我呢。大家别慌，一起找出口。没错，还有我们在呢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会保护大家的。什么声音？快跑！往右边！乌嘴，你快找找出口！走这边，小心脚下。逃响球收进口袋里。是。快跟上！哇，发财了！看来我们找到水贼的藏宝洞了。刚才遇到的那些机关，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金银财宝的。啊，兄弟们，快走，快走！听脚步声，这伙水贼人还不少呢。你们两个快去县衙报信。龙花凤，你快带安国他们出去。大哥，这趟买卖赚肥了。动作麻利点。好。大哥，这么多财宝什么时候分啊？分财宝！分财宝！分财宝！哎，你们就知道分，这点财宝离我们的目标还远着呢。我真想现在就冲出去活捉了他们。这帮家伙人多势众，切不可鲁莽啊。我已经把他们送出去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我要你学会这句话。我们可以利用江烟才的传说将计就计，你们配合我演一出戏制服水贼。怎么做？大家如此这般。了解了解。大哥，啊，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嗯，谁？给我滚出来！我爱你们脸了，居然对不出下联。上长秋短，云有散，
山长秋短鱼有鳃。谁在装神弄鬼？给我滚出来！江秀才，下联其实很简单，挥贬边缘谢无头。报愧九泉二十春，今天方才遇高人。大哥，这对联似乎跟那个传说是一样的。哎，啥说？真的有妖怪！哪有什么妖怪，是官差嘛！都给我上！干掉他们！伙计们，就两个官差，我们赢定了！给我手中三尺龙泉，就是死我的狗头！遇到高手了，快跑！追！哥哥，你真棒！走！这些笨贼被炒股师傅追赶出来，正好被我们搬来的救兵抓了个正着。今天的行动真是又刺激又好玩。太过好奇可不好啊。老人们常说好奇害死人，你可省省吧。放心吧，有你们在，我一个人是捅不出什么娄子的。胸襟。